哦，稚嫩的身体 ，Oh my fucking god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稚嫩的身体。None escape their shadow。来，我们来猜一下稚嫩的身体会拿什么中路？依我对稚嫩的身体的印象呢，猴子、狗头、凯尔。目前好像只有这三只，应该没有第四只了。稚嫩的身体，你要选角了吗？啊，狗头中路，我的妈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我也想要学一下昨天 J Team 输了之后那个主播在哭的那个样子。好，大家，我就大家相信大家。根据我这两天下路的一个对线的经验，我已经知道纳迪鲁斯的勾是怎么了。我已经不会再被纳迪鲁斯勾到了。我是把对线如果被纳迪鲁斯勾到一次，我就是就这么跟你们说了。我这打野不会晚呢、啊，不懂得让头的，我操！所以我想问一下，狗头打牙术不是有优势吗？为什么他会被单杀？难道是因为 ID 的问题吗？稚嫩的身体 ，Oh my god！ 哦，这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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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我大姐，帮我发大姐，帮我发大姐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我们的稚嫩的身体到底送爽没啊？请问一下，我们的稚嫩的身体送爽没？零三零哎，玩个狗头中路在那边零三零，哇！哎呀，稚嫩的身体，你不要再搞了，大哥。你是不是故意在搓啊？你还是回去玩水晶球了，大哥，你干嘛呢你？但是你可以不要玩牙术吗？拜托。哎，我大就开不出来呀！投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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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了！我都这么跟你们说了，我下一把再排到稚嫩的身体，这个人我都直接挂机了，好吧？操你妈的！你们能不能跑快点啊？有没有吃饭啊？哦，稚嫩的身体，霸气打三。为什么我们的水晶球大师一直在投降啊？水晶球大师。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捞到两颗人头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、可以哎、欸、可以哎、欸、可以哎、欸，好像有机会赢了吗？台服奇迹，难道要出现在我们身上了吗？
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会战赢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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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哈哈哈哈哈！奈德，还敢出杀人书啊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OK， 更加需要金人了。有金人的话，应该可以赢这一把。对面的伤害已经开始母汤了，而且有看到会战，我们是屌赢的，好吗？我只需要着重我的操作，下一波就是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什么？什么？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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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1900滴，秀啊兄弟，你这么秀啊大哥。哎呦，竟然没开到，好像可以赢哎、欸，对面死了很多人哎、欸，好像可以赢哎、欸，哇，水晶球大师他妈三连杀，牙膏怎么没有滑起来？搞啥？怎样啦？你们是很想我被滑爆是不是啦？你们根本就不支持我们赢的，我操！啊，你们看我直播不是在看我赢的吗？看我输游戏的吗？看我被打爆的吗？讲啥呢，观众们？真的要发生那个什么台服奇迹在我身上吗？就他妈这把都能赢，我们带着一个水晶球大师都可以赢游戏，不是吧？哎、欸，操你妈的嘞！赢嘞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水晶球大师太神啦！来看输出，这把必须看输出好吗？咱们的水晶球大师其实在后面还是有在做事的，对吧？但是在前中期确实有点搞。毫无疑问呢、啊，我的输出应该是比较高了。说实在话，对吧？46016，比对面的奈德利还要高，还行吧。如果硬要选一个 MVP 的话，我可能会选凯莎吧，对吧？